患所赖不出院，医师不甘示弱出狠招。巧克力囊肿病人礼拜一入院，礼拜二开刀，礼拜四或观察一天，礼拜四就回家了。他问能不能多住一两天，想说他是不是要拿保险的钱嘛？结果呢，术后呢，很顺利。我说你今天要快一下走路，你才不会长粘连。他就不下来。我就说那个尿管把它拔掉，他一点滴，他非得下来尿尿不可。所以我们要耍一点小小的心机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0二频道，医师好辣。